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晨薇老师。今天是11月22号。如果在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1122这样的一组数字呢，你是一个非常的善良，喜欢帮助别人，策划能力呢是非常强的一个人。这样的一组数字，它具有这个福位的固守和被动，同时呢也具有这个我们说绝命的这个敢拼敢冲哈，所以它的这个行动力方面会稍微的比较稳定一点。喜欢投资金融，那投资方面呢也比较容易失败亏本，有可能呢会有固定资产，但是呢缺乏现金流的一种状况。在婚姻方面，敢爱敢恨，也同时呢会比较喜欢这个稳定的家庭，所以呢在这个婚姻方面，有可能呢他是有一个固定的家庭，但是偶尔也会比较的这个冲动哈，影响到婚姻。健康方面容易有肝肾、糖尿病。